走了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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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了走
走吧。哎，那个人不是在司礼监当差的吗？他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要我说啊，他们要找的并不是什么要犯。嗯，恐怕是宫里走失了皇上，魏公公急着找你回去呢。魏忠贤。可是往常我出宫，他们从来没有找过我呀。或许这次不一样呢。姐夫，我们不会勉强你的，要走要留你自己决定吧。绝对不可以啊！好了，已经答应你要走了，当然得走了。嗯，走那边。走吧。慢点。哎，站住！你们几个出城干什么去啊？回军爷，我们是送二老回家的。你们去吧，走吧。哎，军爷。你们什么关系啊？他是我弟弟，他是我姐夫，我是他姐姐。绕什么圈子啊？直接说你是他老婆不就得了？啊！哎，新媳妇儿，不好意思，是正常的。刚成亲啊？啊，是。你把斗笠摘下来。嘿，快点啊！说你呢，听见没有？哥，怎么回事？这是军爷，我弟弟他得了传染病，大头瘟呢。大头瘟啊？嗯，这都多大年龄了还得大头瘟？这事说来也奇怪啊，大夫都觉得奇怪，一般人小时候得了，长大的就不会再得了，他偏偏在这个时候发病，传染的还更厉害呢。啊，这怎么搞的？有病还带出来瞎转悠，正要带他回去看病呢。嗯，行，走吧，走吧，赶紧走。谢谢军爷，走吧。